许多的女人在结婚之后都会把精神放在家庭，当孩子小的时候，她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，直到有一天她发觉孩子长大了，难免呢觉得心里呢有点失落。今天呢，我还教雅妮在家里布置一个母女的茶席，要妈妈一起喝茶，要妈妈一起谈心，一起来纾解心情的压力。